在去年推出了热门歌曲《Tomboy》以及《New》，除了横扫海内外的各大音源榜外，还成功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巨大的人气。近日，女孩们在韩国开启了粉丝见面会，在送礼的环节中，舒华特意走向被大家忽略的轮椅席位，还亲自把礼物送给坐轮椅的粉丝，完全就是小天使呢。维娟在演唱歌曲时居然意外地把麦克风拿反，完全发挥出了笨蛋美女的可爱魅力。除了全员都有实力外，还对乃未来们超级宠爱，期待今年能看到女孩们更多的惊喜吧。